破晓传世手游，好。我们主线赶快继续下去哦。嗯。这个干嘛？怎么都是换半世妖魔啊？我一直在好奇啊，但是我现在坐骑在哪里？我现在在找，但是坐骑到底在哪里啊？也有一个新活动哎，操！决战比奇，电话神讲过了，今天讲决战比奇，先开一场。好，何谓决战比奇？哎，哦，来看一下，那你们这边呢？哦，可以看一下哦，那就比七层了哈、哦。那可以看到一下层，那这有它的一个奖励啊。那但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？上一页在下面哦，注意一下。